上帝大帝帝君天尊天君真君真人元君。一般男修士正道位真人，真人达十二级可晋升位天君，天君达十二级升帝君。女修士则正道后位道姑，道姑往上晋升位元君或仙姑。上帝明明上帝无极老母，无极瑶池金母，群仙统御天尊，大圣大慈大悲大愿无极礼天瑶池宫西王金母大天尊，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玉帝，玄灵高上帝玉帝，武则天皇上帝仁义古佛盖天古佛，关圣帝君西天佛号，玄天上帝北极玄天上帝，玄玄至高上帝，无极混元圣祖玄玄上人，十七代苍穹圣主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张仪玉皇。此张仪非春秋时代之张仪，晋升无极大罗先天，逍遥自在天宫，太上玉皇上帝。大帝桓侯大帝张桓侯大帝封都大帝张东岳大帝血池大帝紫薇大帝北极紫薇大帝中天星主北极紫薇元清大帝三官大帝天地水三官大帝挟天大帝关圣帝君玉皇大帝玉帝扶桑大帝太阳星君日宫天子神农氏神农大帝盘古天尊盘古大帝东岳天齐仁圣大帝阎罗天子玄清大帝森罗王幽冥主宰封都大帝南极仙翁长生大帝南极长生大帝东极清华大帝西极浩林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北极紫薇大帝中极无量大帝无量洞空天产油大帝心如盛世天尊东极清玄大帝太乙救苦天尊万会地主东极清华大帝万雷地主西极天皇大帝万灵地主南极长生大帝万星地主北极紫薇大帝帝君文昌帝君紫铜帝君紫铜文昌帝君福佑帝君南宫福佑帝君吕纯阳纯阳帝君东华帝君西华帝君紫薇帝君关圣帝君金钟节烈王武穆帝君栾胜月武穆王元阳帝君柳真君柳长春洞明记元阳帝君韩湘子仙翁蓬莱仙岛游记镇阳帝君钟离权灵佑帝君三峰祖师南华帝君第三代玉皇大天尊赤金子赤金子仙翁五老之一天尊心行妙道天尊福佑帝君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雷祖玉皇大天尊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心如教化大天尊孔子瑶池金母西福延年大天尊无极瑶池金母灭罪消迁大天尊传经救世大天尊产道归元大天尊解脱亡灵出苦修行大天尊心如消劫天尊李白仙翁盖天古佛关圣帝君西天佛号昭明义汉大天尊挟天大帝关圣帝君精确主密护世天尊若伏魔荡寇天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四福赦罪解厄天尊玉虚师相争武荡魔天尊
元始天尊玉虚宫掌教师尊，道德天尊灵宝天尊，至圣先师孔子，心如教化大天尊，第十五代玉皇大天尊玄正高上帝，心如天尊，玄都道长昆仑仙师，宗峰妙法天尊，灵通应化天尊，元阳帝君，韩湘子仙翁，天君黄天君，黄天君中马天君，马天君超南天监察天君，王天君南天五大天君，即为赵天君、黄天君、马天君、新天君、柳天君。此五位天君乃直司南天五路天兵天将，故位高权重，时常受主宰必重，待天巡狩，其果位已至正三品。真君甘道男性，司命真君九天，司命真君灶君，护法真君白羊，护法真君清水祖师陈玉雀又香许真君柳真君柳元阳帝君柳长春七真秋长春封位天仙状元子府选仙上品全真教主神化名印主教真君刘长生封位玄静运德真君谭长征封位宗玄明德真君马丹阳封位无畏普化真君郝太古封位通玄妙吉真君王玉阳封位广慈普度真君孙布二封位玄虚顺化元君真人重阳真人紫霞真人秋真人秋长春萨真人药王孙思邈真人云房真人云房吉镇阳帝君钟离权字元君坤道女性南岳夫人子虚元君临水夫人顺义元君梅州圣女普惠元君孙布二封位玄虚顺化元君马祖元君麻姑元君紫霞元君麻仙姑碧霞元君天仙玉女东岳大帝之女公主娘娘降魔护边元始玄金元君泰山老奶奶或大姑娘圣母元君九天玄女母乃圣母元君一气所化太元圣母及圣母元君仙姑许飞琼仙姑董双成仙姑何仙姑麻仙姑麻姑麻祖元君麻姑元君紫霞元君至尊至尊至尊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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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始天皇太元玉女盘古氏太玄玉女亦称亚当夏娃天地之孙东岳大帝岳帝爷东岳天齐人圣大帝东岳天齐大生人圣帝慈光救苦威权自在天尊中介至尊东岳圣帝天孙东岳大帝又称人圣大帝天都府君泰山府君泰山元帅泰山元帅泰山王泰山君天齐王天齐君盘古氏的八世孙少海氏的夫人弥伦仙女弥仙母夜梦吞二日觉有身遂生二子次日曰金鸿氏其金鸿氏者即东岳大帝东岳泰山亲帝广生帝君东皇亲帝东岳夫人
东岳大帝夫人，东皇妃，姬氏，书名皇后。昭真洞，代理与丈人峰，中途泰山昭真洞。碧霞元君，碧霞护士元君，天仙玉女，九天玉女，天仙玉女弘济元君，东岳大帝之女，公主娘娘，降魔护边元始玄金元君，泰山老奶奶或大姑娘，泰山老母，天仙玉女弘济元君，无上圣独教化天尊，九天灵武天尊，南无无空藏菩萨，大慈大悲紫衣大士，九天玉女等。近来民间俗称东岳泰山老姥、公主娘娘或大姑娘等，中古三皇之时，假身天岁，距今一万八百余岁降生。元君在下古三皇五帝之前，早皇帝六千余年。窦母慧眼一见已知是金母侍女青鸾元胎，并托胎东岳大帝夫人所生，来历不凡，要激烈上仙，必须借胎临凡，经行三万六千公尺可正位。伐纣名将皇妃虎镇东岳天齐人圣帝山图公主子镇东岳神元帝元君为镇九天玉女与九天玄女各位瑶池金母座前护法。通禅金光师、金光禅师、昆仑金顶金光师与碧霞元君有师徒之缘。摩天岭，东岳宫前之南方摩天岭。窦武宫，窦武天尊，霹雳之天。考老岗，戴鼎之阁峰，东天司布神，衍王夫人因触犯天律，被玉帝贬谪在泰山下。封禅大典，早期就先后有吴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相继于泰山封禅，酬谢主宰万物的泰山之神、皇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亦相继封禅泰山云云。文武两取心，狄青、包拯。十方救苦天尊，上方玉虚明皇天尊，下方真皇洞神天尊，东方玉宝皇上天尊，南方玄真万福天尊，西方太庙至极天尊，北方玄上玉成天尊，东北方度仙上圣天尊，东南方好生度命天尊，西南方太灵虚皇天尊，西北方无量太华天尊，水晶仙祖灵应弘法天尊，弘调老祖无极普渡天尊，太上道祖无畏道德天尊，为万神主宰，至圣如祖心如圣世天尊，释迦佛祖慈悲广化天尊，慈航尊者寻声救苦天尊，观音大士慈航普渡天尊，桓侯大帝雷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昭明义汉天尊，子由夫子宣如夫道天尊，子路夫子尊如重道天尊，亚圣奉子重如龙道天尊，众公夫子弘如众道天尊，子思树圣子思夫子树圣夫子，昌如心道天尊，鸾门五圣关吕张越王，鸾圣越武穆王，鸾门三圣恩主关圣帝君纯阳帝君司命真君，五圣关圣帝君一圣李时珍黄甫密一圣陶弘景一圣父圣炎帝炎回药王孙思邈真人
西方极乐国主阿弥陀佛，是教主宰，如来佛祖，南天主宰，南天文恒圣帝，观圣帝君，南天主宰文恒圣王，观平太子，扶桑大帝，太阳星君，日宫天子，阎罗天子，包公，五殿阎罗天子，玉虚师相，玄天上帝，玉虚师相真武荡摩天尊，九天司命真君，灶君，司命真君，灶门公，灶王公，九天请示真人 underscore 生命之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雷祖，九天应元普化天尊，九天应元雷祖大帝，骑在独角兽背上，头上一戴冕旒，身着紫袍，脚踏朝靴，腰系宝带，五柳长须，帽内文官气象，却甚威武。南天门守门高真，齐天大圣，镇守南天门的主帅，南天齐天大圣孙。南天监察天君 underscore 大道康庄。柳真君，柳元阳帝君，柳长春。马天君，马天君超。黄天君，黄天君中。王天君，王雷帅，手执金鞭。豁洛灵官，王恩师，王天君，三眼红脸，满面纠然之威武，戎装战神，持九节鞭，坐骑是一只灵虎，南天普渡府鸾雾院院尊。狗天君，周天君，无本事，大名臣，要保江山永不清。谁知道树已亘，大明江山失了名。久不明，将又明，日月并出在天庭。我奉敕做雷神，保护滇区众万民。身为烈士，莫震雷神，万载星香，芳名不朽。周元帅，南天鸾雾院普化天君林朝皇，南天监察部监察天君皇火冠，南天极南之处长生府，南极仙翁长生大帝，清水祖师白羊护法真君臣，白羊护法真君清水祖师陈清，通明首相之主秘罗臣子仙翁，其果位之高，属大赤天宫准大罗天仙。桓侯大帝，白羊天盘法律主桓侯大帝，张桓侯大帝，铜铃大眼，血盆大口，纠结赤然，满面黝黑，身如红钟，戴天巡狩斧，斧尊。桓侯大帝世子张苞，戴天巡狩即是要捉拿浪荡在人间的精灵。五府千岁亦在南天辖制，而武王本是戴天巡狩府之五路钦差，武王出巡当然会有戴天巡狩旗牌开路。雷府千岁，白羊归真大仙，归真大仙。白羊天盘法律主挟天大帝关圣帝君，法律主即关帝、吕祖、桓侯大帝、越帝。中坛元帅南天哪吒三太子李，太子元帅李哪吒。文恒圣帝南天文恒圣帝，通明首相南天福鸾院文恒圣帝，南天文恒圣帝关圣帝君，关公归天后，受上天乐命敕命为南天文恒圣帝，又升任为玄灵高上帝及玉皇大帝，受世封为武圣关圣帝君，挟天大帝关圣帝君，南天关圣帝君，又称南天文恒圣帝亦汉天尊，盖天古佛官，汉寿亭侯挟天大帝。
南天灵侯太子官，鸾门三圣恩主，关圣帝君，纯阳帝君，司命真君，南天教丸童子，武则天皇上帝 underscore 洞明宝记，文昌帝君，紫铜帝君，紫铜文昌帝君，七曲山人，在蜀中紫铜县之北也有七曲山。南天鸾雾院文昌紫铜帝君，北极紫薇大帝怀中还抱着八九岁的一个童子。福佑帝君纯阳子，广泽尊王郭，本境中福宫三山国王连，北斗第一阳明贪狼太星君，北斗第二阴经巨门元星君，北斗第三真人禄存真星君，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纽星君，北斗第五丹元连真刚星君，北斗第六北极五曲纪星君，北斗第七天冲破军官星君，北斗第八洞明外府星君，北斗第九荧光内壁星君，星号星号星号阳间神职凡间神职，鸾堂文恒圣帝，鸾堂城隍，鸾堂福神，福德正神，福神，福神国，土地公，善良之人平生安分守己，只因无功无过，归因之时有所属的福神带走。城隍，城隍尊神，城隍庙老爷，城隍爷，城隍尊神为地方之神灵，俗称为城隍爷，省城隍为省主，县城隍为县主，晋城隍为晋主是也。指出县之下还有所谓晋城隍，而城隍之职责在沟通阴阳两界，凡是在阳间死亡之魂，皆要先向城隍报到，再转往他处办理。又是遗产道路第五集一言，晋主高于福神，低于城隍或平于城隍，将福德正神与城隍的神格做了比较，因此形成了县城隍、晋主、福神的阶级。新主乃都城隍所在之地，地基主乃家之阴神。天上圣母，天上三圣母，持福千岁，福佑帝君，济公禅师，北极玄天上帝，星号星号星号阴间神职凡间神职，范谢二位将军，勾魂之人，恶人归阴之时就由勾魂之人用铁链抓走，引魂使者迎接善德之士归阴送至城隍庙报道。包老阎罗，阎罗天子五殿，阎罗天子森罗天子，三尸神，有造神，有虚空过往神，有屋漏神，又有无大地之日夜游神，彼为恶者，其能逃诸神之殿目乎？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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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极瑶池，慈尊无上瑶池皇母，萧杰就是大慈尊，无上虚空的母，玄化养生保命慈尊大慈尊，玄女仙娘，心如度世大慈尊，无极无上九天玄女救苦救难大慈尊，九天玄女护国又名救世大慈尊，无极瑶池老母，瑶池金母，无极老母，天母至尊无极老母，王母娘娘，西天王母，西天瑶池王母仙娘，瑶池王母，无上瑶池王母萧杰就是大慈尊，金母，西王母，无极瑶池大圣，
西王金吾天尊，无量寿应化大天尊，女娲娘娘，女娲圣母，上古时代的女帝，本名女娲氏，亦曰女西氏，伏羲氏的妹妹。淮南子天文序，戴七宝金冠，垂珠璎珞，披锦云鹤氅，环佩玲珑，年一百余，容颜光泽，犹类少女。娲皇佐伏羲制定礼乐，枕饬人伦，比废池之刚常复正，真有补天之功。伏羲氏乃畜牧时代之女圣人，伏羲氏共传十五帝，有女娲氏、伯皇氏、中央氏、大庭氏、利禄氏、离莲氏、混沌氏、赫胥氏、尊奴氏、号阴氏、有巢氏、诸香氏、隔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而至神农氏。神农氏起于烈山，故又称为炎帝。上元夫人，夫人天皇母也，亦为无极分行。父宝，皇帝之母。瑶池使者，麻姑，无极元君麻仙姑。瑶池驾前麻姑，麻祖元君，吾本东晋一仙姑，当时唤我小麻姑，世人不识真来历，慢把真容秀作图。亦复助臣心大意，鸡鸣使令公休息，吾先不忍发慈悲，假唱小鸡书名利。复怒我桃罗山顶，瀑布龙岩最幽静，丹霞洞外碧莲池，即是吾先妻真境。自农求道入森林，虎啸猿啼不动心，幸遇文书传妙诀，讲明智力的精真。王师方平复度我，指破前身说因果，浩劫高真即是无，今生修法红尘朵。从此结坛力修真，酿就神功九亿因，邪归我把高堂奉，顿交而复慕众名。道成我即辞亲去，身化大鹏薄云雾，北门桥畔有遗踪，至今犹说升仙处。当年我已列仙班，蓬莱郎愿任游闲，岂料天星有属我，又依誓愿计时间。东南海雨飓风恶，多少船搜遭陷落，非有神女显威灵，难保蛟龙不肆虐。吕祖劝我降凡尘，再生人世女儿身，蒲田林家堪托足，静待其缘莫误因。建隆元年送祖历，庚申三月念三日，即是无仙旦降旗，瑞气氤氲香满室。无仙自幼极聪明，灵根不昧本天生，称常辨知人祸福，经书文亦悉言经。元师讲与玄为说，我复窥井的符诀，驱邪治病利人民，神游大海能飞跃。余年念九职重阳，预告登高把愿偿，静夜眉峰最高处，飞升白日入仙乡。我才遇风尘云上，即逢吕师笑相向，遥指抿海水一牙，要我从兹做保障。我显灵意在眉州，妙貌微微见上通，海若逢仪其孝顺，金波稳驾太平舟。有时海天风浪起，榜人叫唤声不已，我即点点现神灯，隐约万顷烟波里，亦或现象作围墙，金鳌交驼息青藏，保佑行人站立舍，风平浪静过重阳。若思功德流传久，是赠天妃帝恩厚，历代金风不胜书，紫霞元君名不朽。如今三会半收元，又因参事任职权，但愿群差其反本，
一同随我上连船。祖师命我把歌传，我将生平说大概，世人叩我正果因，不过慈悲生一念。碧霞、紫霞二公，何祖、马祖二元君，马祖元君、紫霞元君。麻姑山丹霞洞天灵庙慈济元君，董双成元君，董双成仙姑，瑶池驾前董双成元君，无极元君，九天玄女，玄女娘娘，上古元君，九天玄女娘娘，玄女仙娘，心如度世大慈尊，无极无上九天玄女救苦救难大慈尊，九天玄女护国又名救世大慈尊，护国元君九天玄女，许飞琼仙姑，段安香，骊山老母，骊山老母的母至尊，虚空的母慈尊后土元君，瑶池仙童，何仙姑，瑶池驾前何仙姑，吾本堂十亿女真，元和二年冬月生，永州零陵氏乡里，生长何仙就有名，而家慈母本忠信，左父不失饶德行，不生男子生女儿，慢道善心无感应。农本仙女住潇湘，足踏莲花搞素长，玉江仙体头人士，蓝梦仙真是母娘。娘亲生我甚欢庆，知儿道气非凡品的是灵根与众书，不参乳汁参莲粉。自从若执长生归，素会天生悟道机，横向女官灵妙地，经书一件始玄为。可惜农家病愈否，十三惨构装宣伟，孤与苍头守护炉，日送黄庭言治理。潜心导助李东华，赶得帝君降我家，蒙赐子之父夜宴，功臣许我上仙茶。吾仙姿手虽然立，不恋红尘嫁夫婿，立志守真立节操，吾乃狂徒忘身计。从此韬晦学深藏，佯作疯癫是妙方，垢念污行都不计，免他疯蝶逐花狂。晚年性把纯阳悟，特赐仙桃将我度，指引东游见祖师，今母携回郎院去。于今正位碧霞宫，高湛蓬来第一封，三会收元英协礼，赞香大士度于蒙。正位碧霞宫，高湛蓬来第一封。翠仙女是董仙姑的侍儿，蓝仙童是玄女娘娘的侍童，白猿是蟠桃树林的小园丁，受一封的守护神，黄莺老母娘的传信使，三奶夫人临水宫中，陈奶夫人、林奶夫人、李奶夫人、陈奶夫人招会重福护国救世元君，林奶夫人护国普济元君，李奶夫人护国平敏元君。闪电神及金光圣母，祝风神及汉之仙，坎宫斗母正神，金陵圣母斗不正神，文太师乃必游宫金陵圣母门下。三仙岛云霄、琼霄、碧霄、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执掌混元金斗。余化龙父子为主斗碧霞元君之神，率领五方斗神，原配金侍卫为王圣母元君。五方主斗正神名讳，东方主斗正神于慧达，西方主斗正神于慧照，南方主斗正神于慧光，北方主斗正神于慧仙，中央主斗正神于慧德。太阳帝君日宫天子，
亦扶桑大帝。太阴皇居，月宫恒娥，太阴素耀皇居。子为大帝，万星公子为大帝，万星教主中天子为北极大帝。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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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气三清上古金仙古老金仙太乙金仙更古金仙。红军老祖红军老祖无极普渡天尊。玄玄上人无极先天圣祖元始天王玄玄上人上帝天父老母大道真佛真主。玄玄上人即是万灵真改，亦即是上帝，拜老母即拜天尊上帝。故应念万灵同胞，一切神圣同源，绝不可起分别傲慢之心，使元灵道气不合。若为我独尊，轻视妙似神圣位后天神，则其道心阴影出现，排斥别人。自己亦将被反弹坠落。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三清就是玉清、上清、太清，亦称曰天清、的清、人清。玉清元始天尊，元始天尊教主，玉虚宫元始天尊。玉虚乃大道源泉，道气无量无尽，强烈难敌。玉虚宫又称玉清宫，是元始天尊所居。玉虚即是玄东玉京，位在三十三天之外，乃元始天尊所居。一般凡人除非得道者及功德深厚者，否则难以来到此地。玉虚为三界大道元始，故尊曰元始天尊。天尊慈眉慧眼，身作五色金狮，修道不必强分门户，外形是假，内心方真，行行出状元，任理真修，即是真道。玉京玉虚玄都玉京，大罗青为天宫，玉京山上昆仑山麒麟崖，封神演义，昆仑山玉虚宫长，阐教道法，元始天尊，万道主宰。混沌从来道德齐，玄平玄理立玄机。太极两仪并四象，天开与子任未知。的丑人寅午掌教，黄庭两卷度群迷。玉京精确传徒众，火种金莲是我位。六根清净除烦恼，玄中妙法少人知。二指降龙能伏虎，目运祥光天地仪。顶上庆云三万丈，变身霞绕彩云飞。闲骑逍遥四不香，莫坐沉潭九龙车。飞来异兽为扶手，喜托三宝玉如意。白鹤青鸾前引道，后随丹凤舞仙衣。羽扇分开云雾影，左右仙童玉笛吹。黄金力士听敕命，香烟滚滚众仙随。阐道法杨真教主，元始天尊离玉池。太清道德天尊，太上道祖道德天尊，无畏道德天尊，老君太上老君李老君太上李老君。太清宫乃太上道祖所居，三清殿府又称兜率宫，位居大赤天。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玄兜大老爷八景宫，封神演义昆仑境界，瑶池内八景公园，蟠桃宴祭。八景宫在瑶池左边，依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方位次布置，其中各具一景、坎、
离震兑为四震，乾坤艮巽为四余，及其扩大，每方一宫，一宫又分八宫，共有六十四宫，占地面三十六里左右，其中之水由瑶池而来，八派分流，蜿蜒环绕，又复汇聚为一，仍归瑶池。八景宫，实则八德宫、万仙宫也。万神主宰，鸿蒙头破玄黄境，又在人间至五行。度的轩辕生白昼，含观师法道长明。玄都大法师，大罗宫玄都洞，是老子所居之地，内有八景宫。上清灵宝天尊，灵宝天尊通天教主，通天教主掌道法之所也，为道法主掌者。上清宫一位道长，全身发出毫光，慈眉善眼，真灵至宝至贵，故称为灵宝。上清灵宝天尊欲成道君，万法主宰，必由宫上有两句说得好：紧闭洞门，敬送黄庭三两卷，身头稀土封神台，上有名人。五老，东华木宫，西华金母，南华火金，北华水晶，中华黄老，东方东华帝君木宫，西方西华帝君金母，南方南华帝君火金子，北方北华帝君水晶子，中央中华帝君黄老，他们是元灵的元老与精华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始祖。他们的正气化为人类，偏气化为动植飞禽，宇宙万类各具五行之气，故称其为五老。五老有五德：东方仁爱，西方义气，中央信心，南方礼节，虔诚的心意，真实的态度，此即为礼之内涵。北方智慧，化于人类则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天之五常曰元、亨、利、贞、乾。亨，通顺通达之意也。贞，水清而白，性柔如女子，故曰贞洁。西华帝君，无极瑶池老母，瑶池金母，无极老母，天母至尊，无极老母，无极太上皇母，老母至尊，无极圣母，众生之母，众生先天之母，无母待育子女，不论贵贱，只分善恶，天律注定，是不能枉纵的。女仙年三十余，头挽太华髻，戴太真诚缨之冠，者黄金搭如，戴麟飞大寿，配分锦之剑，履悬琼凤纹之系，文采鲜明，光仪书目，真灵人也。九六元灵，一取天九的六之相，包罗无穷无尽，非仅九六一位也。瑶池金母奉命收元，所谓收元者，就是收复自己心灵德性，使之圆满无缺。故元光人人必修，家家可修，教教当修，收回成品，再缴回原始本来之灵库。金母为五老之一，乃九六元灵之母，但有名为母，无名为道，故金母收元元灵归于母体之后，再经三清净化，将元灵洗净，混元一体，如此才算收元圆满。五行之首金，金母负责化身元灵之责，任重道远。瑶池又称西池，东华帝君
东方属人戒杀，不仁则好杀，天本好生而忌杀生。行不仁的不仁报应，丝毫不差。南华帝君，第三代玉皇大天尊，是金子，是金子仙翁五老之一，分灵降世于中土卫顺帝。四千余年后，分灵降世中原，为救国救民之孙先生。犬贤氏，第三代玉皇大天尊，全名高上帝，大还教化圣主。南华帝君，乃列明五老之一，而大还教化圣主却是黄贤。就如至圣先师孔子，本为文曲星君转世，后人尊为万世师表。魁伟神圣，弘法世面，四周散发着一股热力。北华帝君，水晶子先祖，一位老者，面貌庄严，带着和蔼微笑。中华帝君，轩辕皇帝，轩辕氏皇帝老祖，黄老道祖，魏道祖最高圣神，五老之一，玉皇大天尊，玄玄高上帝，天上第一代玉皇大天尊。中天玉皇疏远演化黄老道祖，须发薄白，身着黄袍滚龙，慈眉善目中流露一股阴威逼人，身材魁伟胜者，圣容庄严。江凌霄宝殿建设于中天，二十三位无始之奇的古老金仙中的一人。黄老，轩辕氏治世功臣，乘龙升天，元始封位，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黄元四千七百十三年，三清化为三皇，五老化为五帝。三皇，天皇的皇人皇。五帝，赤炎帝，为神农，神农氏南华帝君，青帝为伏羲氏，东华帝君白帝为夏禹，西华帝君黑帝为商汤成汤，北华帝君水老，黄帝为轩辕，中华帝君。三古，自开天辟地至五帝纪，分为三古，上古、中古、下古。中古三皇，天皇乃天宝君，以元始玄气所化身，其母上元夫人，天母生十三子，以天为姓，长子曰天灵，即天皇氏，十三子共至世一万八千岁。的皇乃灵宝君，的元始元气所化身，其母后土夫人，的母生十一子，以地为姓，长子曰的坑，即的皇氏，十一子共至世一万八千岁。人皇乃神宝君，受元始始气所化身，其母魔力之天老，斗母佛母，生九子，以万位姓，长子天音，及人皇氏，九子共至世四万五千六百年。下古三皇五帝，广成子，广成子仙翁，神农氏，神农大帝，盘古天尊，盘古大帝，彩虹仙子，亘古金仙彩虹仙子，伏羲氏，伏羲大圣，青帝，女娲娘娘，九天女娲娘娘，女娲圣母，伏羲妹，娲皇氏，其兄伏羲大圣，戴七宝金冠，垂珠璎珞，披锦云鹤氅，环佩玲珑，年一百余，容颜光泽，犹类少女。女青天大神，上元夫人，人天皇母也，亦为无极分行。药王，孙思邈真人。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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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至尊五教圣人教主，佛教教主，人天教主，释迦佛祖，释迦牟尼佛，释迦如来，释迦如来牟尼佛，西天竺释迦牟尼如来佛，释迦文佛，儒教教主，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孔子，受封为新儒教化大天尊。道教教主，太上道德天尊，太上道祖，骑在青牛背上，童颜鹤发，耳长七寸，一步盈然，笑容可掏，戴七宝碧霞道冠一顶，着九龙万寿仙衣一袭，足穿云履，腰曳丝，手执拂尘而来，万神主宰。基督教教主耶稣，回教教主穆罕穆德，通天教主灵宝天尊，上清宫掌道法之所，万法主宰。万国教主天然古佛，白羊天盘，南平道师人天教主天然古佛，混元教主元始天尊，万道主宰。三清教主玉清元始天尊，大罗三清教主，太清道德天尊，三清教主，太上老君，太清道德天尊，圆通教主，观音，观音大士，西方教主，释迦牟尼文佛，西方极乐教主，弥陀古佛 underscore 普渡收圆演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的藏菩萨，东华教主，离铁拐仙翁荒野悟真权，万法教主，九天玄母，九天玄女，万星教主，中天子为北极大帝，全真教主，秋长春天仙状元，南天主宰文恒圣帝，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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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空门，燃灯古佛，弥勒古佛，弥勒佛，弥勒菩萨 underscore underscore 圣道旅程，扬声十世菩萨果然分身千百亿，怎可说上位下身。再请问菩萨，有人称名为弥勒佛，然名上位菩萨果位，二者何者为是？弥勒菩萨不小，佛陀不大，同具一性，各化一方，成佛成菩萨，皆为假名相。若无令人起敬如佛香，若无慈悲，何妨称菩萨？世人随缘称呼即可，无无二心。阿弥陀佛，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的藏菩萨，观音大士，观音，观世音，南海古佛，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白衣大士，南海紫竹林观音菩萨，南海观世音菩萨，妙善，南海紫竹林观音大士，普陀香山，普陀山观音大士，圆通教主，圆通古佛，南海古佛观音，南海普陀山观音大士，大士用催花之法，令海中九色莲一齐开放，南海之潮音动，老母开言道，经幡无妙而请旨，降演出这卷训与宝珍，观音大士慈悲主妙，菩萨高坐云头，足下朵朵莲花，戴玄帕，者白衣，手执拂尘，现长者身，祥光四起，冉冉而来者，乃慈悲大士也。
善财一童子，头角垂髫如桃子状，身穿短袄袖襦，手执杨柳一枝，年可十四五岁者。龙女，龙女菩萨，一女子，梳盘压髻，者云锦裳，夜娇绡裙，踏绫波履，手抱净瓶，年可十七八，明眸皓齿，笑颜绝世者，乃龙女也。维陀尊者，维陀护法，甲胄庄严，一持降魔宝杵，一持乐府者。王禅老祖，云梦山水帘洞王禅老祖。孙膑真人，骊山老母，仙佛主任好祖师。木金子，将士位，伏羲氏。金金子，将士位，太公望。水火金子，白羊天盘，弥勒古佛。达摩祖师，西方达摩祖师，达摩老祖，达摩初祖。济公活佛，济佛，济公，南平道济，南平济癫，三齐导师济公活佛，南平山济公，癫僧道济，李修缘，顾名思义叫他恒修本命元成李修缘。慈航尊者，寻声救苦天尊，六祖慧能，寒山大师 underscore 达摩指玄宝录，降龙尊者，降龙道纪 underscore 谈心论道话家常，伏虎尊者，八大金刚，十二圆觉，十八罗汉，十八罗汉尊者 underscore 谈心论道话家常，五百阿罗汉，鸟巢禅师 underscore 达摩指玄宝录，慧能禅师 underscore 达摩指玄宝录，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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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门玄门，李老君，南极仙翁玄都道场，昆仑仙师宗风妙法天尊 underscore 迷灵点化记，北极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北极真武又圣玄帝，背法禅师又圣真君玄天上帝，真武报恩经呼，吾为尔数之，这位大帝乃晋乐国国王之嫡子，其母善圣天后梦日入怀而有身，但降之其正应虚为之素，身有其表，隐晦非常。因王后仅生第一人，正位清宫，被其钟爱。帝于问请示善之余，每念父母深恩，非寻常福劳所能报答。遂舍清宫之贵，而入武当之山，践行炼气，几四十载，大道将成。执国王年迈，日夜细思，持遣五百壮军，邀迎太子还朝四统，帝之力不能却，化得成剑，隔绝道途，五百壮军一起感悟，解兵卸甲，愿同入山修真养性。后又数年，第九九之辰，功完刑满，白日飞升，五龙捧圣，上朝天阙，赤兽真武，永镇玄天。生生父母，荣享包封，五百壮军，亦受灵官之职。正果以后，帝追思往事，自明得道之由，作报恩经以训示。又考商纣之时，日造罪恶，遂感动水火旱疫瘟妖六大魔王，引诸恶鬼，伤害众生，扰乱天下。上帝降诏，以武王将为州主，伐纣除残，应用太玄元帅，收魔荡会。尔时玄帝被法显足，金甲玄袍，造道黑旗，仗将魔剑，
统领金甲神将，与六魔王交战于洞阴之野，四魔败遁，二魔王自将砍离二气，化苍龟、巨蛇，变现方尘，玄帝施大威力，射二魔于足下，不能变动，所鬼众于风都大动，回天脚趾。上帝加其功绩，拜位欲虚师相玄天上帝，领九天财宝石，特赐尊号。圣父曰：敬乐天君明真大帝。圣母曰：善圣太后穷真大仙。至钦佩天地之孝也。其龟蛇亦奖励其去邪归正。巨蛇为天阙太玄火精，命因将军赤灵尊神。苍龟为地轴太玄水精，玉阳将军黑灵尊神，并居天一之乡。四魔初为惧必去，后见龟蛇受封，亦来拜服，玄帝吸收未不从，于是呼宇宙肃清，皆玄帝之力也。肃清宇宙地之人也。玄帝历史于大帝口中一路说来，亲切有味。玄天上帝事迹，参看报恩经，神仙见，更觉明了。王重阳，八仙吕纯阳之弟子王重阳祖师。吕纯阳，八仙吕纯阳，纯阳祖师，吕仙祖，南宫吕纯阳，鸾门五圣之吕仙祖，福佑帝君吕祖，吕祖纯阳，纯阳子，吕仙祖又称纯阳祖师，俗名吕洞宾，佛道正果分别位，普度光源自在文尼真佛，心行妙道天尊。离铁拐，离铁拐仙翁，汉中离仙翁。曹国舅，俺本宋代勋臣后，名锦修，君知否？吴解宫中为皇后，配金章，挂紫绶，富贵原来命中有。书之矮，玩世久，绝路簪因此福寿。许真君，天仙状元秋真人，秋长春真人，秋长春，秋处机，七真秋长春仙翁。东方朔仙翁，张三丰，张三丰大仙，灵佑帝君。三丰本元朝明进士，气节高尚，国变后弃官入道，为火龙真人弟子，以功封灵佑帝君，自称邋遢道人，潇洒风流，隐显度世，生平学问渊博，著作宏富。张三丰大仙平，洞明记。张刘侯，刘侯张子房大仙，张良，西汉人士。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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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之士。孔子，至圣先师，圣人孔老夫子，孔夫子，手戴玄冠，身披斧服，腰围祖兽，足履赤鸟，手中执着归玉一方。庄子，庄周，庄周夫子。孟子，亚圣，亚圣孟子，子思之门下生。子思，树圣，子思夫子，树圣夫子。昌如心道天尊。颜渊复圣，复圣颜渊夫子，复圣瑶池银针阁主，复圣炎帝文范子。诸葛武侯。欧阳修，欧阳修夫子。公伯僚，公伯僚在此，身位诧异，因问贤士何以在此侍卫，那人道：说来惭愧，因我在身一时冒昧，素子路于季孙，兼有他众过旧，至遭堕落多年。幸蒙先师开恩，将我提拔上身，拔在宫门侍卫，立功赎罪。
故凭我于门外尚未的与余弟子之列也。汝臣下问，不敢隐晦，谨以表明。仲公夫子，姓冉名雍。四佩夫子，左边有两公，上书曰父圣公、庶圣公，右干亦有两公，曰宗圣公、亚圣公。康有谓那人扭泥道，说来对擅长不起了，人死则反本于一人性本善于某本泥山弟子。因夫子见清朝末年纪纲不正，文教衰微，屡屡感愧悲叹，不至于怀某忽动思凡之念，此念何尝不善呢？在夫子面前夸下海口，情愿下凡维持名教，整饬纲常，夫子实准。我下凡投身为清朝显官的贾福科，可以振作有位，不为也非不能也，奈我身不逢尘，偏又闯着这革命时代，我见有事可成，遂妄想非分，这个念头大事不好。古来乱臣贼子王莽、曹操之流，皆是一念误之也。虚卿富贵，误国欺君，画虎不成，惹人笑骂，死后明王拘我入狱，历受惨刑，已五六年矣。明王铁面明法无情，似蒙夫子念我是姓谭元人，将我由的府调回宫来，陆家行帐，当众勘问，我惭愧无言以对，因拘我于此，又将一年矣。今系擅长到此，能否于夫子面前代为讲个人情，将我释放，纵充当仆役，亦所不辞，小弟便感激不尽了。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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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贯道一贯天道，无极瑶池老母，瑶池金母，无极老母，天母至尊，无极老母，金光祖师，终无路祖，月慧菩萨，孙师母，子系天然古佛，张天然，公常祭颠和尚，十八代祖，万国教主，南平道师人天教主。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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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真者，三观妙经，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伸保命妙经。尧帝，天官尧帝皇帝五代孙，天官大帝，上元一品赐福天官子为大帝，上元九气赐福天官，耀灵元阳大帝子为帝君，子为公。舜帝、虞舜的官，舜帝的官大帝，中原二品赦罪的官清虚大帝，中原七气赦罪的官，洞灵清虚大帝，清灵帝君，清虚宫、北兜宫。禹帝、夏禹、夏禹王，水官洞阴大帝，水官大帝，颛顼之孙，鲧之子，出封为夏伯，故亦曰伯禹。夏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夏元五气解厄水官，金陵洞阴大帝，阳谷帝君，清华宫。火官大帝，是地宫火官大帝，大地位司火德，执掌回路之权，人间之被火灾者等等不一。如果某城、某乡、某邑、某人恶贯满盈，应遭火劫者，先由神力奏报，无地查明恶疾，当罪与否，然后降灾，丝毫不能错乱。面如覆粉，三绺长须，
头戴盘龙燕翅乌纱，身着大红袍，腰系玲珑宝带，足踏朱履，手执朝户，气象雍容，甘源四品考校火官洞阳大帝。三气火官，炎帝真君，洞阳大帝，南丹纪寿天尊，南方三气火德星君，封神演义，罗宣在火龙岛，上元一品，赐福天官，子为大帝，中元二品，赦罪的官，清虚大帝，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甘元四品，考校火官，洞阳大帝，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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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衲无忌颠，济公活佛，老拙东方朔仙翁。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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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鸾堂辅佐大道，佛堂传道。鸾堂之重点就是劝化人心而不传道，可以协助天道而不破坏天道。鸾堂协助先天大道，在鸾堂不可用先天佛号。台北行天宫关圣帝君，台北行天宫关恩主，台北木栅指南宫福佑帝君，台北木栅指南宫岳武穆王，木栅指南宫纯阳祖师，木栅指南宫吕仙祖，台北万华龙山寺观音佛祖，万华龙山寺观世音菩萨，台北霞海城隍庙城隍尊神，台北三峡行修宫关圣帝君，台北中和指南宫吕仙祖，桃园护法宫武穆元帅，南寮看顶福安宫福德正神，南寮福安宫福德正神，竹南慈玉宫玄天上帝，天上圣母，竹南明圣寺福佑帝君，竹南慈法寺观音佛祖，竹山李勇将军，竹山广惠宫惠王宫，苗栗院里慈和宫天上圣母，通霄镇海宫天上二圣母，台中圣贤堂纯阳祖师，台中圣贤堂司命真君，大甲镇蓝宫圣母会天上圣母，沙鹿天理宫文恒帝君，乌日池元宫九岁太子，南投鱼池精雀上相诸葛孔明，南投鱼池起事玄机院孔明先师，南投鱼池起事玄机院孔明先师，鱼池紫云寺观音菩萨，南投松波岭受天宫玄天上帝，南投松波岭受天宫北极玄天上帝，南投普里太子宫中坛元帅，草屯明圣堂三圣帝君，彰化八卦山指南宫皇帝先祖，彰化竹堂慈航宫观世音菩萨，彰化南寮宫天上圣母，彰化鹿港天后宫天上圣母，彰化鹿港天上圣母，云林马鸣山金府八师千岁，马鸣山五年千岁，云林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乾隆年间山西太原
乡间环道俗屋出身，诸罗山朝天宫天上圣母，云林北港水仙宫关圣帝君，云林四湖参天宫关圣帝君，四湖参天宫关圣帝君，云林北港武德宫五路财神照，云林嘉义朝天宫天上圣母，嘉义南恩宫济公活佛，嘉义保安宫保生大帝，嘉义文财殿财神爷，嘉义玉虚宫北斗星君，嘉义先天玉虚宫关圣帝君，嘉义阿里山寿正宫玄天上帝，嘉义东石港口宫天上圣母，嘉义出口龙隐寺南平道济，嘉义出口龙隐寺黑面济公，嘉义半天岩紫云寺观音佛祖，半天岩紫云寺观音佛祖，嘉义皮箱圣恩宫观音三菩萨，嘉义旗改头和云宫天上二圣母，嘉义九华山地藏庵的藏骨佛，嘉义武当山真武庙玄天上帝，武当山真武大帝，嘉义城隍，嘉义奉天宫小小济公，诸罗山镇安宫玄天上帝，嘉义南兴宫镇驾圣母娘娘，嘉义福社宫德福镇神，新港天上圣母，台南新营太子宫太子元帅，新营太子宫中坛元帅，新营太子宫大太子，新营南岳庙长眉尊者，台南鹿耳门天后宫天上圣母，台南东山福佑宫福佑帝君，东山福佑宫南极仙翁，东山福佑宫韩湘姿，东山福佑宫纯阳祖师，看头山福佑宫福佑二祖，台南后壁下茄东泰安宫天上三圣母，下茄东泰安宫天上圣母，白河碧云寺观音菩萨，台南关庙山西宫文恒圣帝，关庙山西宫山西夫子官，台南南昆生代天府范府千岁观音菩萨，麻豆礼府千岁，麻豆代天府五府三千岁，台南麻豆太子宫中坛元帅，台南假仙龙凤四济公活佛，台南东山三仙府慈母堂关圣帝君，台南学甲慈济公保生大帝，赤山岩观音佛祖，观资岭碧云寺南海古佛，高雄三凤宫二太子，高雄三凤宫三太子，高雄三凤宫中坛元帅，高雄市巨星宫护法堂清水祖师，高雄左营元帝庙玄天上帝，高雄大社佛光山阿弥陀佛，高雄市文武圣殿至圣先师，高雄东照山关圣帝君，高雄临水宫临水夫人，高雄东南阙宫文恒三圣帝，屏东东港东龙宫温府千岁，宜兰碧霞宫岳武穆王，马祖外岛马祖天后宫圣母，西北六星宫天上圣母，高雄护照天君新邓张瑶，通灵宫太白星君，辅天辅济公活佛，南极仙翁驾前雷震子，
朝阳无极诸西夫子西胡圣佛佛山龙胡岩观音二佛祖山西太原观云长本境南星宫天上二圣母武当山真武大帝武当山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指基山王禅老祖普陀山观音越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大陆湄洲天上圣母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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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教主源流儒教孔夫子所流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篇谓曰四书四书中内涵至精至为之妙理传授心法以一贯之道曰存心两性执中贯一则止于至善的境界道教太上道祖所遗留道德经是说道的含义道者称无极上帝为无极至尊万灵道为宇宙万象的本体道生理曰天理一则天地万物之真理理生性是人行动和行为之本灵曰性性为良心良心为本性之用也道曰静德曰动精为作用之方法道教传授心法曰修心练性抱元守一而修成至道为本体修道至理之指处为本性性之指处则显现本来真面目也释教释迦牟尼佛所遗留真权之妙法在《金刚经》讲述之妙义意为救劫度众生传授心法曰明心见性万法归一修至觉行圆满走修大乘法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为无上正等正觉耶教耶稣所遗留之妙音在圣经经典中之意义意为度人救世劝人向善道之精神则传授心法曰喜心一性莫道轻依上帝救主者称为无上之神神之指处为天堂回教穆罕默德所遗留古兰经意为救世度众生在多种族的教化中因德的习俗因人的故性故称为种族化亦乃会人不倦之精神传授心法曰坚心定性清真反一教化族人传遍天下角落谆谆善诱无厌之精神也孝经曰身体法夫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于等于等于张大仙曰左作者姓刘名臣右作者姓阮名照乃王子敬大仙之序据以登真即是所传流阮到天台遇二仙女者也至意曰弟子少时读书即知这段佳话上耳一信参半今见二仙所传为不污矣二仙曰吾奉毕清王子乔大仙之命特请灵佑帝君到天台小饮就赏桃花为之肯屈驾狗https://sites.google.com/site/goodbook2022/taiwan-good book